如果你一吃下去就觉得大事不妙，还没熟，但是现在吃起来又觉得好像还可以。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说，我自从来到香港之后，脱发脱得很严重吗？至今都还没有找到原因。不过呢，我已经买了就是过滤水的滤水器，所以我洗头的时候都是用过滤水，然后完全没有好转。我最近就是开始真的有在认真担心这件事情。昨天去做瑜伽的时候，瑜伽课1个小时嘛，我做完起来我就看到瑜伽垫，然后跟我周边大概有6、7根头发。1个小时，我昨天洗完头之后也开始数，每天的吸地板还是有这么多头发。还蛮确定，我一天有掉超过100根，就是过量性掉发的程度。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原因，然后也已经排除睡姿原因了。接下来先换个洗发精，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马上去看个医生抽个血比较好。我觉得我就是可能压力导致掉发，然后我又因为掉发感到很有压力，所以就整个一直这样。So crazy。今天也是有个比较重要的会议，不过是线上开的。所以我就简单 get ready 就好了。小碎毛，我来整理一下。My meeting went well, but now I'm really hungry. 啊！I can't believe what just happened. I broke my coffee filter thing，导致在干，然后就掉到我餐桌上10公分的距离，它就碎了。我就知道这一定会发生。为了使用任何易碎物品，啊！这家工作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打扫干净，我才有办法专心。Yeah, so we are also primarily thinking of using the space for meetings. These could be casual, informal, or formal meetings. Okay. Oh, got it. Okay, yeah. 刚洗好这些 silk，烘干。Hello，大家，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帮我填写一份 survey。这一份 survey 呢，其实就会关于我已经准备已久的一件事情。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那就先跟你们说一声谢谢。去运动啦！我现在在铜锣湾的这个桥下，这个桥下有很多这种什么打小人啊、算命的。一些地方，But anyways, I'm not here for that。健身房就在穿过这里之后。今天来的比较早，所以可以悠哉的换衣服。然后每次都是连滚带爬的。现在更衣室里面没有其他人，不用担心。反正我生理期前呢，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浮肿，然后就想要来动一动。因为出差还有等等原因，然后加上我换了一个新教练，我好像至少有2、3个礼拜没有特别练腿了。所以超级期待的，非常想要练臀腿。现在呢，要去看特利打球，然后我有个朋友来香港了，所以跟他一起就约在 Kennedy Town 见面。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我都有好几个朋友要来香港，不会那么孤单了。你都知道我在香港没有朋友，所以平时都是在跟 Terry 的朋友 hang out。不行，我需要我自己的朋友。铜锣湾真的是1周7天都这么的繁忙，不管是平日或者是周末。耶！我们来试试看这家某某 moment。1 minute walk. Still open? Yeah.
去下一站吃烧鹅，点了他们今天的例汤。At home is very much like potluck and Chinese food. Too? It's so big. Yummy. So don't forget. All right, core B. Oh, 32, yeah. Still mean. Yeah, I'm here to watch my old man play. He can still move. That's good.早上刚刚开完了会，然后现在吃个午餐，下午还要再开几个会，希望我今天能够准时下班。然后呢，我还想说我可以来介绍一下我的新包，因为好像昨天背了，没有在频道中特别介绍过它。那这一颗呢，它是 Somon 的 Luna Bag， 那之前应该有介绍过绿色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基础色、经典色还是最实搭，所以我又入手一个黑色的。然后它这个包，它是一个黑色的小牛皮，手感超级柔软，然后也很温润。它表面是这种很自然的牛皮利纹，那也很有光泽感。它的金属件是做雾面的，看起来有点复古，然后也不太容易褪色。那它呢，看起来就是一个有提把的腋下包嘛，可以这样子简单的侧背。但是呢，它有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它有好几种背法，它可以把这个把手卸掉。把它再这样子两个扣起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手拿包。我觉得这个包很适合就是 day to night， 可能白天上班的时候使用肩背的方式，到了晚上呢，如果要去约会啊或什么的，你就可以简单把它更改成这样子的手拿包，可以这样子拎着，就会感觉更有一种 dress up 的感觉吧。然后平常如果你手上东西很多，然后不想要挂在手上的话，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把手。那除了可以当手拿包、腋下包之外，它还有附这个背带。那把这肩带换上之后呢，它又是一个很实用的斜背包啦。那这开关呢，可能你们会以为它是锁头，但其实它就是吸铁的，所以也还蛮方便拿取的。那这尺寸是中号，就一如往常来给你们看一下容量。那目前里面呢，我就是装了我的中夹、卫生纸、唇炎的护唇膏、眼药水，然后手机。那其实容量上还绰绰有余，只是如果你要把它能够很随意的转换成手提包的话，需要保留一些这边的空间，就是不能装得太满，不然它就没有办法扣起来。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是一个很 standard 的腋下包的容量，然后也非常的时髦好看。现在呢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我通常没有很喜欢平时白天去参加活动，因为我会觉得好像还蛮不 productive 的。但是呢，今天这个手作活动很特别，等一下到了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就是这么兴奋。我到 K11 了，你好，不要迟到。好漂亮啊，好多圣诞装饰了耶。我找到了。Wearing like their lab coat. It's so cute. Just think about the big shapes. 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个 Japanese Yoshi lacquer， 叫做东方瓷器。总共有六个步骤，不过我们今天省略一些，就直接来做 design 的部分。是一些范例。然后我们要选颜色，我选了一个墨绿色的。现在把图案转印到 logo。
蝴蝶上面啦，然后现在就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上金粉，第二个步骤上颜色，然后第三个步骤上贝母。开完会，然后我们两个汇合在尖沙咀来吃这家，就是其中一个纳宝推荐的船面。Oh my god, this is actually so close to the one I had in Thailand. 嗯，好的感觉。回家啦，现在我要来跟我的设计师开个会。买菜买水果，接下来要去买，我要招牌两磅，买些又好的肉。好了，可以。我再去一个地方就要收工了，已经重到快要背不动了，全部都对上了，就是没有这一家店，不知道去哪。到现在我已经非常确定这家店应该是搬家了，我要回家了，我肩膀快短了。今天，对了，我要吃火锅，超明显的，刚刚那个卖菜的阿姨看到我选的东西，她就，你今天要吃火锅啊？我就，对。今天要吃火锅，来热昨天的饭。我昨天开始汤，然后大概就是一半现成，一半自己炖。我加了一些干香菇，然后白萝卜，然后买的是一种日式的汤。本身还蛮咸的，所以我会再炖一点水。这应该是接机的。今天要跟沈廖去韩国，现在才早上六点半而已，很多店都还没有开。我要去找 lunch， 想喝点热的东西。第一次飞这个机型，这个是 introvert 的最棒的机位，不用面对任何人，为了窗户就好了。
11:30，通过的出发去旅馆啦。Thank you。到旅馆了，这家旅馆是在 Cool X 旁边的。一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更衣间，然后这里是厕所，这里就是浴室啦，这里有浴缸、洗澡间。他们备品用的是 Byredo 的，太赞了吧。然后呢，这边还有一扇门通往房间，非常的宽敞，客厅。然后这里还有咖啡。我换装好了，准备出发。我们到了汉南洞这间有名的 bagel 店 BBB， 你好可爱哦！连 bagel 店都弄得非常有氛围感，是咸的还是甜的？Cheese olive 甜的。对，我也是想要一咸一甜。我来点一个 cranberry 好了。所以我这一区是选 cream cheese 的，好疗愈哦。放在小篮子里面。对啊。我们的 bagel 进炉子里啦。哦，对，也可以去，也可以去。还有火炉耶，这是人家家吧？熊熊的家。还有一个小阳台耶。看起来很好吃。你应该是这个去。我刚刚吃的，我是点什么？我点这个绿色的。你们有人可以拿那个酱吗？阳台好可爱哦，复古感的。现在日落时间也很漂亮。汉南洞这边就是还蛮多这种设计师小店的。Oh no！ 这是那个小菊花的那个牌子。他这家有开。他这边饰品的。很可爱啊！这个大小很 OK 耶，这两只。劝败成功。你买了哪一条？珍珠啊，这个专门卖鞋子的店，那多少钱？好可爱，鞋子也很便宜耶，好多这种靴子。我想要看袜套。这边有很多好看的 New Balance 鞋款。我们又回来阿哥酱了，我们现在去吃一家叫做 Wu Tender 的烤肉店。Wu Tenders， 我们的烤肉摆盘的像牛排，三明治、蒸牛肉跟乌尼。小景象。生牛肉拌饭，然后这个是乌尼的。这是我们旅馆的外面，超可爱的，包得像圣诞礼盒。这个是 Hump Day 百货。再去做一个似曾相识的行程，那就是去逛 Olivia。 我们买完啦，回旅馆。战利品满满的一群人，逛完药妆店来逛超市。
现在要去吃早餐，我担心晚一点再来的话会很多人，所以我现在先过去喝杯咖啡。我们早餐面对就是这个图书馆书店了。我运动完了，也换好衣服啦，准备开妆去。妆出门去，现在要去吃中餐啦。中餐叫 Drumstick， 是吃什么的？米其林法餐。白天的 Hyundai 百货也很美。到了我们的中餐。Apple sorbet， 然后跟椰子奶冻。最后一道甜点啦。我们到了活动会场啦。这是我们这一次 Comet Collective 其中一位 Amy 的 inspiration， 大概都是 90s 跟 early 2000s 的一些音乐。啊，你那唇色很美哦，超喜欢的耶！啊，那唇色很美。这是我们的晚餐 venue。好，太开心了。早安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我马上要去考，然后去基层了。现在早上九点，我今天就不打算化妆啊，因为也没有特别行程，就是去基层而已，所以我应该是戴个眼镜，然后稍微擦个防晒。这几天都有敷面膜，但是脸还是都蛮干的，因为可能是暖气还蛮强的关系。Checking out， 我 check in 了，但是我们的飞机好像会延迟两到三个小时。刚刚只排了十分钟，就因为 Smart Pass 的关系直接进来了。现在在排安检，安检是非常要的多人。这降噪很厉害耶。我还有一个多小时吃个中餐，因为已经中午，现在几点了？中午一点，十二点，一点了，有点饿。然后这个 Asian Airline 的 lunch 没有什么好吃的，所以我决定要来吃泡面。但是还有这个炸鸡了，看起来还行。嗨，希望我的网络可以。我现在在用机场网络，如果不行的话，你跟我说，我可以连 hotspot。终于登机了，一样是角落位。我到香港家应该也要，可能晚上七点之后了。我早上九点半踏出我旅馆房间的门的。Full day of travel。没错，我买了这个很有名的玉米口味跟花生奶油口味的杏仁。